不，这个指法，大拇指先把，现在要拨第七弦，先把六弦控制住，第一指节曲起来，然后果断的从外往内斜上方出弦，把弦弹响。拨七弦，果断出去，停在空中，不要很快的回来。通常托钵这两个指法。连用的时候，它们之间的这个衔接要这样，仔细看右手，托，划过去，旋转手腕，拨，划过去的时候不要制造出过多的杂音。